这是 PS5 版本的跑跑卡丁车，是一款免费的游戏，今年3月9号才发布，容量不到13个 GB。虽然它是 PS4 版本，但是在 PS5 里边玩的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今天跑了几圈，感觉不错，找着点小时候的味道。可惜的是，这款游戏必须得用加速器才能游玩，默认裸连是连不上去的。目测分辨率是 4K 的60帧，动画贴图大部分应该是不到 4K， 差不多是 1080p 的，因为有些动画是比较糊，但是游戏画面还是不错的，比 PS4 水准要好一些。因为看提示，这款游戏是针对 PS4 Pro 做过优化的。最后说一下，我看匹配的有几个是 AI， 有的是手机，有的好像是 Switch， 看来这是一个全平台匹配的游戏。我感觉啊，它有点像之前的那个糖豆人儿。开始的时候觉得还行，免费进来，然后呢，在里边玩还是挺难的。游戏本体免费，各位尝尝鲜就行了。至于说加速器选择哪个比较好，我目前只用过几个迅游加速器，还有几个汽油联机宝加速器。我感觉如果都是插网线的情况下，这几款都是差不多的，价格呢也都是差不多。像悠悠还有一些别的品牌的加速器我还没有用过，不好评论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这款复刻的老游戏，喜欢的同学可以从 PS5 商店搜索下载。